为啥要这样呢？好，来，请两位，看看我笑你先吧，而且还是一个鼻孔。接下来干嘛？好了，这个，来两位给我一个。我煮着吐的。他为什么这么搞笑？我觉得你们俩三二一。啊？你看他穿的也骚。不是，我就这样。 没问题的。啊，对，啊，告男的接你来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陪你一起去。哎。哇！遇见了。要，差不多。不用，我全部转过拐弯来，有人。哎呀。